打韩服还好一点，打国服说实话，那真的是百八都人员。所以说，被迷住了，我可以肯定。这也拿到我，哎呦我操！这怎么能拿到我都搞不懂，我操！那意识也太强了呀，兄弟！这拿到我给你打，导致我掉个闪，害怕。结果这个连环早不应该，真的。结果这个连环早真的不应该。要杀赶快杀，也不要太拖二，我就杀不了了。哎呀，我操！
我感觉我自己手刀把人头收没了。今天是我的幸运日。没啥人呢？那可能在这里啊。哎，这难道不是昨天那个跟我逼逼赖的那个难道吗？就点我，然后记，然后记记记记的那个难道？有没有印象？好像是啊。或者死两次炒标记，死两次炒标记。一个铁丝能干嘛？你这打不人空啊！我操！还他妈死了，还饭盒有点肉。这炮你 K 的，我操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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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活了？不能喊，真的要死。爆米精英哇，如果顺下来拿 MP 啊是比较好拿的，反正他能做的事情太多了，刷也快，能干个人，还有能还能探视野、打伤害、控资源。暴风网杀呀！少杀点，兄弟，少杀点，少杀点。搞得我都走不过去了，真的。
我感觉是难道可能会记住我，哎，那这样子吧，这帮人得死啊，这帮人真得死，这帮人不死我一点机会都没有，这帮人死了我还不能参团，我这把还要一直参团，不能担心。节奏英雄选出来很抽象啊！被迷住了，我可以。别眨眼！我操！哎，上下屏有没有？哎，帮你死了一次，哎，这里还得死一次啊！这帮你，哦，这帮你还得死。我的人头啊是拿的人头啊，他的人头呢是做事情拿的人头，不一样。他的人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他这个比我有用。哎呀！我感觉现在看我直播的应该都是白子吧，应该没黑子了啊，小黑子都睡觉了啊，小黑子坏得很，养足精神去一喷。白子跟我一起熬，白子们你们也睡吧，白子们，你们睡一觉起来跟我对抗黑子，你们也睡吧，白子们。杰斯看起来不太聪明哎，兄弟们。哎，这帮人又死了一次 ，nice 啊！白子们快睡吧，白子们！真的，你不要让这个小黑子坏得很，一个个我跟你说，小黑子他妈的天天睡觉之前喷我两句啊，说你别跑，我陪你熬。哎，你一样无信，想跑，然后说完之后睡觉去了，一觉醒来我还在。我不能浪是吧？我这把不能浪啊！我上把其实就应该我的 MVP 的，我操，我浪了。那我这把就铁了心不浪了，我中亚都出了啊。小白子还勤勤恳恳啊，我打多久他不看多久，勤勤恳恳，对，熬了个半死。这个逼看起来就不像个人哎，兄弟们，杀不杀？杀不杀？上面杀不杀？啊，杀！真不想杀，不是说不想杀，真不想叫闪现杀，叫闪现杀感觉有点不值当。
啥情况啊？兄弟，让你死没让你送啊？啊，这连着死什么鬼啊？我拿 MVP 不是 SVP 啊？豹女，你是不是在直播间啊？豹女，在直播间你扣六啊，兄弟啊，你扣六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小兔崽子，杀我！干什么你们？杀我！老子没蓝，有蓝不反杀你，个猪逼！你个猪逼，害追害追！我再 A 你一下，你害追！有没有你越塔把我杀了？飞过来，杀人术出起来！我们直播间有这么多豹女啊啊啊！八子不知道今天来不来，兄弟们。八子今天不来的话，我就得自己拿所有的 MB 了。但是我有这个实力，有这个信心啊。他来的话，我觉得玩的轻松一点。我拿 AVP 我得参团，我操，我不能一直带，一直带没用，我得参团杀人去。哇靠，这跑的速度，是他妈跑的速度，一秒钟就没了。我跟霸哥啊，抛开技术不谈，都是言而有信的男人啊，说哪几个就哪几个。有些玩家说你还不如八哥呢，八哥早下了，你还在不直播？你他妈的，你怎么问他几点直播的呢？啊，他是昨天接着我的班，我昨天早上下的，11点下的，他早上9点来的。对面点吧，我觉得我现在差不多哎，还赶快点了吧。不要这样行不行啊？一言不合就要干我，好不好？古周宇今天是因为家里有事所以提前下了啊，他今天肯定会补回来的，这一点我还对古周宇是有信心的啊。古周宇是不会赖 MVP 的，这一点没必要啊。有一句话叫做自己许下的承诺，含着泪也得打完的。对面杰斯号是不是进来了呀？啊！我操，这个人跑得快的一批！我要杀的不是他，我要杀的是蓝刀。我这杰斯感觉就是一个孙小兵一样啊！我说实话，这杰斯还好不在我家里。这杰斯在我家里，我说实话，直接感觉耗子没了。
不能拿 MVP，最少还能赢啊！赢的话也还好，要是不拿 MVP。